接的钱不错，小哥大家可以支持一下，一张办卡是大大的爱。我们最近直播间行情不好，笑笑压力也蛮大的，我们大伙儿跟大伙儿蹭口饭吃。他们碧海蓝天大哥管理直播间，他也不算是吓傻了，他那期确实没起走啊，要不他走啥呀，他没起走啊。一张办卡是大大的奈，一个大气就是大大的奈。谢杨哥的点赞，谢谢方能无我大哥的办卡，欢迎元普，欢迎星夜联盟。吃吃，谢谢相逢即是缘的温暖办卡。哎，对方这不进嘛，我方怎么走？进个炮，来他个羊肉串儿。下一步呢，必是走一个想要走一个这个棋居一平四，那对方摆炮也非常明确，不让我居一平四嘛，对吧？那这样的话，我冲个兵，对方得飞边象，黑棋有反向之势，这时候再出个兵，对方飞象，吃，飞了象我再打了他，那对方必是摆车吃，我再上马跟他。上哪个马呢？上这个马也更优秀，可以把车直接露出来。上马再登车，这一系列操作黑棋就反先了。这棋每步棋都是黑棋出招，红棋硬招啊。月落乌啼。都是千年的风霜。他们家风雨同行大哥，吃哪个马？人家这有炮。生英雄，都见当初的夜晚。逮鸡，对方敢打我就进去吃啊！这鸡他有炮看马，但是这手棋他想打我羊肉串是没有棋的啊，比较简单吧？这个棋我就没那么车吃马是吃不了的啊。车吃马是吃不了的啊，笑喳喳。谢用户097大哥的办卡，感谢我家用户097大哥的办卡支持。咋们地呀？摆车攻击一下对方，走开之后再进车。这手棋，黑棋打到兵临象啊，黑棋已经坐穿兵临象啊，对方子力都在这三个宫格里。你要这么走就进马，因为连踩着炮使对方必踩马，踩了马之后有中炮打过去的，将军，而且对方只能补这边士，这样的话我对象一砍，大家吃，这个对象一砍，再把这个对象给他砍了，
就是想砍他打我吃这个棋丢嘛。他可以打马了这个棋，他可以打马了。把这个车甩开吧，对方要打我的马，跟我换车来了。这样的话嘛，黑棋有一个退车吃炮的过程，但是够呛能吃着。将来呢，这个棋也不好赢啊，这个棋也不好赢啊。我们家小棋迷。谢谢我们家春秋大哥又一架冲天火箭，助力笑笑过一二星哦。哎呦喂，帮笑把火箭的超暖任务过了，我们家春秋大哥。为了感谢我们家春秋大哥在最困难的时候，领衔支持笑的直播间，给我们家春秋大哥来一份热情的弹幕。再次感谢我春秋哥的冲天火箭，那一毛钱的小礼物过个人头啊！一毛钱的小礼物过个人头。谢春秋哥帮笑把火箭的超暖任务过了。大气大气，大气了。将军，这棋怎么走？这棋，他们家于国鹏大哥光临直播间。这棋怎么走啊？将军。哎，这么走的想法是啥呢？把我们家云淡风起时大哥关进直播间，晚上，给兵上个坑，然后这个棋再退嘛。谢谢我们家于国鹏大侠的温暖门槛啊，不让对方有炮打中兵的棋，这么一个走法是为了退马来的，退马有登车的棋。看对方一旦这个车走错了，就进车抽车了，这棋一旦亮出来，跟笑学习有进步，怎么说呢？我们家云淡风起时大哥，这话此话怎讲啊？此话怎讲？
将军。哎，这个棋来棋儿了，一进去将军再一上马，将对方这个棋再一上将，我退居死棋，对方出将退居抽居再摆居废了。杀了几盘到夜五了，从夜几到的夜五。啊，这棋来棋儿了，你看。抽车不是目的，杀了才是目的啊！我们这期刚才就说，搞不好对方点个位置就被抽车，刚说完这个车就抽过来了。这是我们对整盘棋作为一个超级绝顶高手对整盘棋的把握啊。那么这么一将，对方怎么办呢？你看看这个棋的没办法是吧？假如对方杨氏我一摆，他只能上将，对不对？红旗上将我一摆，啊，对方一摆再叫上。啊，他只能往这边来，我再进马，下步再摆炮，所以我方预判了对方预判，这个棋基本上抽车的棋，但是啊，后续的棋呢，还得走一走才能杀死他啊。